松去除毛孩成年牙结石，毛孩满口黄牙异味，使用宠物洁牙去垢笔。第一步，先拿出洁牙笔，将凝胶涂抹在牙结石处，静待3到5分钟，再用洁牙工具刮下牙结石。牙结石比较顽固的，可反复涂抹，待牙结石软化后再刮除。爸爸妈妈在家也能自己操作，刮下好多牙结石。最后拿出美牙笔，涂抹在干净的牙齿上，消炎修复，清新毛孩。这个呢是可以去除牙结石的，在网络上看到好像很好用的样子，所以呢买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。哈喽啊，你想要刷牙是不是？你想要弄牙结石吗？跑走，要试试看吗？帕特，拆开了以后是有这三种东西，这个是刮牙结石的棒棒，其中有一支呢是凝胶，可以刮掉牙结石，另外一个是保护层，就是刮完了以后再上去保护牙齿。现在马上找了模特儿来试验看看，因为蜜露的牙齿比较差，牙结石比较多，所以呢让蜜露来试试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。重点是蜜露也比较配合，不像帕鲁凶巴巴的，蜜露一副我是谁我在哪的脸。看镜头的蜜露，蜜露看镜头也太好笑了吧。首先先用这一支，这一支的话呢它是凝胶，就是可以去除牙结石的。打开来，然后呢它只要旋转它的后面就可以把凝胶给挤出来了。挤到风也挤不出来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挤了好久终于挤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挤出来了？好的，赶快帮它涂上去。来，蜜露的牙结石可以看得到吗？好像涂太多了，等一下看一下蜜露的牙结石状况。其实后排比较可怕，你看它的后排，看得到它的后排吗？它的后排是比较可怕的。反正我就先试试看，来前排牙齿我们也给人家看一下。好，前排是这样。好了，我先涂。哎呀，蜜露那不能吃啊。哎呀，牙结石这里，我先来用这一颗来试试。好，我们先来试试看这一颗涂上去以后要1分钟，看得到吗？那颗牙结石还蛮猛的，如果刮得起来的话那就是真的太厉害了。蜜露现在在叹气中，蜜露好乖啊，我们家蜜露好棒啊，蜜露好棒啊。说明书说涂完凝胶了之后呢要1分钟，所以我就试试看，等待1分钟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试试看，1分钟了，到底刮不刮得起来？其实这颗牙齿它比较不舒服，因为这颗已经有点松脱了。我是觉得有在刮啦，但是它这个好像要掉要掉，我还是不要处理它好了，来刮另外一边的这个。其实我觉得有刮了一点点的东西，但是它那两颗有牙结石的感觉好像要掉要掉了，所以我还是不太敢很用力的刮它，我也怕它不太舒服。毕竟我们家蜜露是老狗，它等一下一定会很不舒服。
啊，我觉得还好而已耶，还是因为蜜露的牙齿很干净。接着呢，再用这一支帮它在刚刚有刮牙的地方呢做一下修补。这要挤超久耶，哦，出来了，妈妈帮你修补一下牙齿啊。妈妈不是故意要虐待你的呢，是你牙齿真的太欠太欠了。你看看还有刮掉你牙齿，放你自由。我是脾气好的蜜露。之后我又帮蜜露刮牙结石，还是刮不下来，也有帮帕鲁刮，有刮了一小颗下来，结论是没有那么